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ed， 非常感谢你再度回到我的频道，我们又回来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啦。那上一集为了寻找遗失的大圣遗物，那我们与天蓬藏匿于巫山小妖所陷的鹤篱之中，那突然听见外头小妖们激烈的动静，探出头才发现原来是有一女子解决了他们。那天蓬原想上前道谢，怎知那女子眨眼间就消失不见。继续往前探查，来到了蓝喜村。八戒此时也感叹，这里和从前一样都没有改变。那走进村里，几乎每一户都挂着象征喜事的大红灯笼。来到一座大宅前，正要上前敲门时，天蓬将我们变化为先前被打倒的巫山小妖模样，假装我们同样是来道贺。此时一名妙龄女子走出，意思意思寒暄了几句后，就直接拆穿了上前搭话的小妖是由天蓬所变化的。按女子所说，似乎是她与女子的母亲有过一段情缘未了，但八戒不知道是真的忘记了，还是明摆着死不认账，直接开口讥讽眼前女子。只见那女子身上一阵绿光闪耀，化为蜘蛛本相朝我们咬了过来。蜘蛛见打不过我们，就直接逃上了房顶，并从口中吐出了一根绣花针，飞快地射中天蓬脸面。气冲冲的他指着女子大骂卑鄙，抄起钉耙就杀了过去。那当我们追上去后，却直接落入一张大网中，怎么也无法挣脱。眼见一只巨大蜘蛛发现动静，冲了过来。那当我们再次睁开眼时，居然是在床上，看着周围遍布的蜘蛛丝，这里就是那有名的盘丝洞。那为了找到天蓬，我们边迷路边打倒了无数出现在这里各种各样的虫妖精，还顺手替在村口救了我们的那位女子撕下了奇怪的符纸，其中还发现了先前那些巫山小妖们所提到的照骨镜，它就在一只右手怪虫的手上。拿到那面镜子后，我们也终于找到了天蓬，总之他像是被操控一样，魂不附体的跟着那蜘蛛精。原来打从我们藏在巫山的鹤里中，村子家家户户的大红灯笼都是为了祝贺这些蜘蛛精的母亲与天蓬成亲。那躲在一旁偷听的我们都开始感觉这蜘蛛精或许真的与天蓬有过那么一段情缘。好的，那如果说你是喜欢这款游戏的观众，想继续看下去的话，别忘了先放影片点一个喜欢，还没订阅的观众点一下订阅，并且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的更新影片的动态喽。来吧，那我们先来救人，来救我们的马哥。对，马哥的任务我其实之前都有做，只是因为影片时长的关系，我都会把它剪掉。可怕！从小西天辗转来到盘丝岭，哎呀，欲求见百目真人，谁知他闭关不见，还把我捉进洞来。我听说那蜘蛛精大多如狼似虎，可能正需我这般精壮汉子补补元气。他说的百目真人应该不是我那个百目真人吧？他说的应该是白眼魔君吧？今日多亏猴兄弟，若非你一路相救啊，我怕是回不成火焰山了。白眼魔君在西游记的故事当中，他是一条蜈蚣精，然后平常就会变成人的样子在炼丹修行这样。那我们来跟马哥聊个天。猴兄弟可曾听过天命人？说是有位天命人一路大杀，誓要救活孙大圣。我家大王与孙大圣曾是结拜兄弟，大圣陨落后，大王好似变了个人，将我等遣散。那天命人若真能救活孙大圣，在下也愿助其一臂之力。这样听就应该知道我们马哥的顶头上司是谁了吧。这一路来我到处求人，虽既穷力竭一无所获，却也想通了。猴兄弟，我已做好打算，求人不如求己，他们不救，我自己去救。完了，他日若能在火焰山相逢，定与你饮酒欢会。怎么感觉有点万万保重，有点在立 flag 的感觉。马哥不要啊，马哥，天命人就在眼前啊，我一定会帮你的。哎呀，马哥真的是一个好马。啊，那我们把东西踩一踩。我想要回去一趟欸，我想要回去找虚狗一趟，我们就直接飞回去，如意化轴，回去吃丹药咯，终于要吃了。 OK， 六六村来了，虚狗，我终于要来找你了。慈悲，好汉福寿无量，现在跟他讨个丹药吃吃。金丹虽成，仍为外道，好汉看什么东西谨慎处置。这个会有宝物吗？比较厉害的丹药哦，好像还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我看一下我们的属性要加什么才好。法力我比较缺啦，
我觉得全部都加法力吧。我现在有31个玲珑内丹。内敛成丹，外敛成法。耶！天地万物皆炉鼎，唯有上品得我心。谢啦谢啦。法力上限加90，哇，超多！哦，你看，你看，你看，直接突出。但我还有剩，我还有13颗内丹，要加什么好？嗯，还是加生命啊，生命也加一点好了啦。给你，给你。我之后再去慢慢收集。一性，一性并一桃花，一行立一乾坤。好可爱哦，虚狗。好汉若有丹药之需，可随时来我这里。耶，加血，加血。加了多少？60，还可以啦。有突出吗？哎呀，比法力还少点。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这样就 OK 了。那之后如果说我其他玲珑内丹，我们再来升吧，对吧？把我们的生命啊、气力给升上去。好，再来是火猴老祖宗，来帮我升一下葫芦。哎，我可以升这个宝莲玉葫芦，我把它升到八阶，直接升上去，变成玉观音葫芦。再来。也是有观众一直留言，希望我可以挑战银虎，尽可所求，来试一下，试一下，直接挑战他，听说很强啊，来让我感受一下吧。刀打好了，手痒得很，正愁没人来试。他直接用他这把刀来打吗？话说前头，我这刀铜焦铁铸，我的肝铜头铁臂啊，概不负责。来喽，感觉很猛。哎呦，定你贴过去打他，哇，直接爆，哎呦，哇呦，我们先熟悉一下他的招式，哎呦，哇，他会消失不见，哇，哇，天哪，好可怕，好可怕，哎呀，好险好险好险！哎呦，哇，他是快慢刀哎！哎，哎呦，打一打然后会消失，那怎么玩？招式我记不住啊！哦，我这又是什么？这又是什么？火刀，快走！哎呦，哇，他还有一个爆炸伤害，到底？我推一点，我推一点，推一点！我打那么久才打这么一小段而已，我要疯了！哎呦，哇，这是什么？啊？哦，主角技吗？哇靠！哈哈哈！好痛哦！哎呦，他居然还有主角技！你看又不见，哎，不要这样啦！直接招式！用快慢刀就是这样。哦，你们慢慢来，慢慢来。身外身法，掩护我，掩护我，兄弟们，交给你们去打了。嘿嘿嘿，我在旁边拖累积。哇，他会用他的刀去扛哎、欸！我操！哇，这是什么？太扯了，太扯了，好痛！好乱哦，乱七八糟的。四套马猴。可以啦，可以啦，我现在我的猴子猴孙打了一大段的伤害了，然后上不回去了。哎呀哎呀，刺靠马猴，你的刀很大一把，可是打不痛。哎呦，完了完了完了，我的法术没得用。哎喂、哎，啊哈，不要啊！哇，好可怕哦！快闪快闪快闪！哎呀，时间到了，哎，撞你！我还有水，他快没血了，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哎呦，哇，还有一个慢动作，太帅了吧！我们慢慢打。哎、欸，破！喂、欸，喂、欸，啊，没躲过，完了完了，喂、欸！哦，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啦？你的招式！连放，小心小心！哎、欸，哦，我的，
不要太急。嘿，哎呦，呼呼，哇，我觉得这只好好玩哦，它比什么虎先锋好玩太多了。快了快了，试看顶风柱，没有用。下去吧，银狐！耶、yeah! ！我打赢了！愉快，不趁我的武力，好好玩哦！送你了，太帅了，银狐！我再打一把，目前的第一名。哇、哦，多谢前辈！帅哥，我们目前第一名就是他了。哦，这是什么？乌川，我可以变成他哎、欸！来看一下。变成他，哎、欸，真的有哎、欸！乌风记起，退存进取，使用出之后可以变化成为银虎，可横刀格挡，亦可画风途径，就可以用他的招式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可以哦，穿戴更多珍玩呢、欸。他当年一身华彩，你却这等寒酸，多带点珍玩护身总是好的。好哦，好哦，感谢前辈。那我看一下装备。玄铁双角盔，哇，太酷了！铜头铁臂专用的啦，只是铜头铁臂我比较没什么在用就是了。那衣服咧？哦，衣服是这一件玄铁真袍铠，绿色的，也都是铜头铁臂的套装。帅啦，帅啦！只是我觉得我还是先穿回我原本那一套好了。哎、欸，铜头铁臂的，因为它防御有稍微降低一点啦，原本我现在穿的那一套防御比较高。OK， 别等死了。再来寻我。好的，多谢前辈，我们可以准备回盘丝洞去寻找八戒了。来吧，来吧，我们继续在这盘丝洞探险。你看这边超级多虫的，超多的哎！你们看得出这是什么虫吗？我是看不太出来呀、啊。哦呦，喂、欸，打死你！看起来像蚊子，可是又有点苍蝇的感觉。不管了，管它什么虫，打死就对了。哎、欸，还有吗？还有一只，这啊，还好他们血很少。你看，你看底下这一只，我们直接跳下去扁它。嘿、欸，劈死你！呼呼。哇哇哇哇！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好多好多，这里超多只。等一下，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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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退开先退开。这里是虫虫大本营，我一个没注意到。猴子猴孙，帮我！来来来，我们一起屠虫。哦吼！哎呦，哇，好多！走开！把他们全部撞开！用力打，用力打！乱七八糟的，搞围殴杀虫啊！快了，快清完了！哎呦，猴子猴孙，很棒很棒！杀这一只，嘿嘿，哎呀，我觉得盘丝洞的这几集可能看的人会比较少哦，因为还有些人就是会怕蜘蛛嘛。对啊，这蜘蛛精变蜘蛛这么大一只，怎么受得了呢 ？OK， 有观众怕蜘蛛的吗？如果说你怕蜘蛛还来看的话，瑞德给你一个赞，你们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厉害啦。啊，我要从哪边上去？我可以，我知道我怎么下来啊，这边这边这边。想说我知道怎么下来，不知道怎么上去。哎、欸，怎么还有啊？烦死人了！破啊！好痛哦！最后一只了吧？最后一只了吧？没了吧？这些臭虫虫影响我探索。呼呼！哎、欸，这边有牌楼，应该是走这边。那一只是什么？那一只有点不太妙哦，
蟑螂吗？不知道，过去看一下。是蟑螂吗？打！我最讨厌蟑螂了，看我劈死你！你个臭蟑螂，而且是白色的。哎，哎呦，是这一只吗？虫校尉，哦，它是甲虫是不是？我把它认成蟑螂。哎呀，谁叫你那个样子这么像蟑螂呢？真是抱歉。我们要继续走吧，看一下里面。不过这个盘丝洞真的是什么样的虫都有，不只有蜘蛛而已，还有蝗虫啊、毛毛虫啊。你看，在那边装死，我要打不打到他？哎，嘿，劈！哎，没劈到。哎，他直接刚好下来，可恶！有了有了，打死就好，打死就好。然后前面又有那个提灯笼的，一样打，贴过去打，贴过去打。呀，这啊，我还蛮喜欢这一招的，两段重棍，一下敲完再敲一下，打起来真的很爽。呼。看一下这边，哎，又有小喵，这里这里，这段路还蛮顺畅的，通行无阻，顶多就是几只小蜘蛛来搅局，还算 OK。那我们接下来，哦，我们到了，前面就是那个啊，我们八戒被带进去的地方，要成亲了，来吃喜酒啦，八戒。这边是若仙庵，这有东西可以拿吗？哦，八戒在洞房了吗？有一股诡异的气氛。哦哦，哦，什么东西？净坛使者，叶风流而已，竟要老猪的命来偿？要打他吗？倒是跟得起，难道没了我老猪？办不成事儿吗？不是啊，我是来救你的啊！看来要跟他打了。能保一个，也拖累你爷爷。来吧，定你！提过去打他！哎呦，他可以定的蛮久的哦。你这小儿科！哎呦，想笑话老猪？猴子猴尊，哦吼！对，围殴他，围殴他！哎、欸，我们不要在里面打，我们出来一点，我们出来一点。嘿嘿，打他，打他！累吗？你猪爷爷拿着九齿钉耙，感觉是挺累的。喂，嚯！哎呦，醒了吗？醒了吗？还没醒，我打到你醒为止。耶、yeah, ！把你打到醒，猪八戒。有了，又满了。哦咦，等一下，等下，跳错边，跳错边。呀！怎么都卡在建筑物上，气死我了！我才看不到我动扁猪八戒呢。行了吧？
被控制了吗？那个针。你莫管我，快滚！哇，他还是没办法挣脱吧？哎呀，到底，那我们进得去吗？不行，他又走了。八姐，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算了，我们寻寻看这附近有没有东西吧。不过每一间好像都进不去。好吧，走喽走喽。是说我想要把我的变身换成银虎，想说来玩玩看，把我们的刺靠马猴换掉，感觉很帅。OK， 那我们接下来，哎呦，走这边吗？感觉是走这里啊。嗨，你好，有没有看到刚才有一头猪从朝你这边飞过来啊？没看到是不是？没看到，那你就去死吧。哎呀，哎，我刚才是从这边来的哎，所以是我走错了吗？是吗？还是我其实是走对？哎，还是走这边？哎呦，看来是我走错了。哎，完了，我的路痴又开始犯了。那应该是走这里吧？这里我是我没有来过的。直接钻进去看一下。八戒，天蓬元帅，你的小猪腿怎么可以带你跑这么远呢？哦，这里又是什么地方？这边又有东西，是怪吗？啊，不是。其实这个植物啊，就是因为真的到处几乎都采得到，我说有时候捡一捡都捡到后面都不想捡。嗯，看一下这边，感觉跟盘丝洞有点不太一样。什么地方啊？哦，日马温，你不是死了吗？这一切。都是你害的！哦喂，看来这是二阶段了。当初神鸟在此过快活日子，休想再带走我！来吧，我们再打，你是不是变大只了？定你！我的血也变多了。来吧，猴子猴孙，教训他猪爷爷。哦，好滑好滑，好滑的猪。哎呦，我变身银虎，破破破破，好帅哦！看一下银虎的招，银虎也太帅了吧！猪打滚。醒醒啊，八戒！哦，对啊，臭，还没结束啊！猪刚烈啊，猪刚烈、欸，是要打几次哎、欸？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猪突猛进哦！哎呦，直接把我撞飞！哇！撞！打屁屁！
哎呦，好滑哦！太滑了，太滑了！哎，我竟然有做这个变身，我快笑死！因为在《西游记》当中，就是唐僧被蜘蛛精抓走之后，那些蜘蛛精就在泉水洗澡嘛。然后后来悟空呢，就把那些蜘蛛精的衣服偷走，让八戒下去扁他们。结果八戒还真的就是直接变成鲶鱼，在水里面到处乱钻，还朝人家腿钻什么的。哎呦，这大鲶鱼，你没有腿给你钻了，有被犀牛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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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好多好多。太多了，危险！喝一下，喝一下，再一次，交给你了。嚯！哎呦！来，我劈！哦，好痒哦！再一次，呀！哎呀呀呀！直接被断招。喂，没劈到，再来。银虎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没有我们铁匠银虎那么的强悍。哇！回来回来了。好了，他剩下这么一点点血，我们也该把他打完吧。哎呦，殊途猛进！哎，扁他！定！好了，不跟你闹，不跟你闹了，打！满了，满了，满了！来！支持我这一棍，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了，赶快让我解决掉你吧，八戒！不要再吵了，不要再走了。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变身了吗，八戒？又来！这里没有东西可以让你钻，一直变鲶鱼。哎呦！顶风珠，哎，没有用。贪刀，贪刀。最后一下，哦呦，你就已经垫底了，你还在那边，气死我了！哎，没打到，再一次，喂，哎呦，又没打到，哎，喂，哈哈，喂，哎呀呀呀呀，不闹了，不闹了，哎呦，哈哈哈哈，差点把自己玩。回来了吗？哦，赵古静。天蓬元帅，哦，真，就是这根针，这应该也不是绣花针的吧？这个是发簪吗？很大一根呢。哦不！哇！啊，好不容易找到，又被抓走。哎呀呀！八戒又被抓走了。不过还好，那个针已经拿出来了，那一把染血袖针，好大一把。刚好这附近有小庙。哦，看一下宝箱，耶、yeah ！里面都是小晶片跟并铁砂，拜个小庙吧。看来只能留到下一次了。来拜一下。哎，可以做装备吗？哦，可以耶！不净残面，变身化身还原时身染黑泥，一定时间内获得一定程度的伤害减免。哦。那衣服还好看吗？欸，衣服不错欸，这件衣服也蛮好看的，我们做这套吧。不净盘龙甲，
做一套新的装备来穿穿。啊！腿我差细筋线，只差一条细筋线，我腿就做完全套了。好吧，没关系。好了，那我们今天频道先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想继续看下去的话，别忘了帮影片点个喜欢。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喽，拜拜。放你娘的屁！叫你母亲早早出来求饶，说是我念你年少无知，留你一条贱命。实话与你说，东西就在盘丝洞里，若是怕了，就赶紧逃吧。你儿子便怕，这破洞，只有我一次给他铸平。